大家好，我是郭郭，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发视频了，因为这个月的工作确实是比较忙，中间还出去了一次，当然这个视频也还在剪。那么在这春节到来之际呢，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然后因为最近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像电影院什么的。不光我们自己要这样做，最好也要告诉我们的家人去注意防范。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面，我会主要介绍一下就是刚刚在开头出现的五套 look， 就是今年我拍的新春搭配。那我们开始吧。是一件酒红色的正装短衫，加上一条雀灰色的织金马面裙。这种雀灰呢，实际上是冷色调的，所以它看上去有一点像灰紫色。那么我觉得像这种酒红配上灰紫，是一种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典雅端庄，并且不挑人的一种配色。类似的还有像豆沙色配上酒红，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稳的搭配。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大红大紫的配色，我觉得这种低饱和度的红紫配色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那这件上衣是我自己来料的，在扣子的选择上，我用的是4公斤的瓜鼠扣，就是在扣子两边可以看到有两只小老鼠，正好今年也是鼠年嘛。然后这条裙子叫做连年有余，可以看到它的底纹是杂宝和莲花的纹样，然后在西兰位置有这样一条条的鱼，正好对应了连年有余四个字。那我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节庆场合，特别是像春节，在衣服的纹样上使用一些比较吉祥的图案，我觉得不管是自己，就是你自己内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过节的氛围，这样你身边的人，你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更容易接受。这样的立领衫袄加马面裙的搭配呢，还可以外面罩一层外衣。那这种外衣呢，在冬天可以选择比甲或者半袖，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那在这里呢，我尝试了两种搭配，一种是同色系的一件方领半袖，还有一件是浅粉色圈毛的羊毛皮甲，这两种搭配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些调整。
那第二套呢正好反过来，上衣呢是一件浅灰色的提花羊绒袄，上面的纹样呢是冰裂梅花，然后裙子是一条红色的虽然散有底纹的松鼠裙。那冰裂梅花和岁寒三友都是冬天比较应景的一个纹样题材，所以也是非常适合过年期间来穿的。那像这种颜色的上衣相对于前面一套来说，我觉得是更加低调一些。那可能如果你不是太喜欢被人注视的话，可以就选择这种比较低调的颜色，用一些红色作为点缀就很有过年的氛围了。那么第三套的配色相对于前两套来说是更加跳脱一些的，还是红色的裙子搭配的是浅红绿色的上衣加上一件绿色洒金的毛笔甲。那裙子这个红是偏橘一点的，有点像橘红色。那这种偏橘调的红色我觉得搭配黄绿色，绿色既有撞色但是又不会觉得过于突兀的一种配色，这种配色给人感觉是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的一种感觉。同样呢，这条裙子的题材是岁寒三友松竹梅，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时期来穿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条毛围脖来保暖。我们经常会说自古红蓝出 CP， 第四套和第五套就是一个红蓝配色。在第四套里面是我之前自己来料的一件蜀锦加上金丝红罗的一件皮甲，然后裙子是湖蓝色的灵芝玉兔直襟马面。那在我之前的开箱视频里面也说过，像这种颜色比较正的红色配上湖蓝色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色，但是这种配色我不能保证就是真的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一套呢我在西塘也穿过也发过图，那真的是非常好看，特别是在夜晚的灯光之下。那里面的这件内搭我选的是白色的一件，那为什么选白色而不是其他颜色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这件皮甲它本身就是颜色非常重的一件，然后全身又没有任何白色的部分，像护领，护领是可以作为一个提亮点的。你如果用一件红色或者蓝色的内搭的话，整个人的感觉就会很重。然后是第五个 look， 这件上衣呢是我自己之前来料的一件交领窄袖短袄。那么这个形式可能在五六年前是比较流行，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有商家做，所以呢我就想自己进行一种尝试。那么在袖口的位置我还圈了一圈毛，这个毛不是我们常见的白色，是我自己在市场买的这种灰褐色的毛条，因为如果在袖口圈这种白色毛的话很容易显脏。正好我觉得配这种橘红色也是比较和谐的一个搭配。在这套搭配里面我用的是这样一条雀蓝色的，这也是我之前来料的，我有开箱发过，整体呢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日常的造型。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的上衣它很适合配一些时装的褶裙中长裙啊，来进行一些混搭。那在这里呢我用的是一条橘棕色系的中长褶裙，我觉得效果也还可以。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最后呢再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再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鸟，我来呀，这是我的鸟，求求你不要拉屎在我衣服上，大家好，再见。